曼谷呢间五星级酒店最近完成咗翻新工程，客房再 upgrade 之余，仲有日籍大厨坐镇炮制美食，客房光线充足又够开扬 ，office chair 更加系美国名师出品，电视唔少得装有蓝牙装置，亦设有浴缸 ，shopping 完最啱浸下浴。嘢食方面有日籍大厨炮制嘅和式料理。这个呢就是 A5 级的非同牛，在泰国呢不是很多地方可以吃到的。这一间酒店的大厨 Kenji 神特地为我们准备了，等我试一下。真的很好吃啊，入口即溶啊，正。晚餐就是 set dinner， 以西餐为主。这间酒店的 dinner set 是有三道餸的，头盘是有鹅肝和沙律， main course 是有扒啦、鱼啦和龙虾的。而呢一間酒店咧，仲有呢個 wine pairing， 都係1200匹嘅咋，所以咧喺五星級酒店嚟講，都算係幾低息噶啦。Cafe at Two 更加會提供每日嘅早餐，酒店大堂旁邊嘅酒吧一樣有驚喜噶。期間限定 Jo Malone 主題下午茶，女士一定大愛啊！呢一間酒店咧，仲有 tailor made 嘅嘟嘟服務噶，帶你遊走曬咧成個曼谷嘅市中心啊，歷時兩個鐘。除了嘟嘟，酒店还有免费穿梭巴士服务，由 BTS 站去酒店只需要4分钟，都挺方便的。这间酒店隔离有一间小型的商场，里面有 supermarket， 有便利店，有药房，亦都有餐厅，算是一应俱全，都挺方便的。